杨明老师，这个有做拄好讲嘛，唱跳无啥同款的表演。哦，希望啦，我希望啦。你安尼唱跳的，希望是廿戏的呢。那是婆婆吧？我就希望会当讲哦，这个演唱会有突破啦。啊，不过是陈振川老师咧甲我讲，我有一挂 idea 无想要甲你讲。嗯嗯。我甲即摆拢唔知影。大夫的现场。我甲即摆拢唔知影讲会展现什么样，所以我足紧张的就是安。所以你今仔日来，我嘛不要你唔知影讲后壁要创啥会。对哦。安排落。蛮好，惊喜啦。好哦，好哦。既然讲唱跳，一定要有一个搭档嘛，哈。对。我甲你敲接，你看卖下咧。好。好，伊名叫做玛丽安，玛丽安，唔是咧玛丽哦，唔是一只妖怪哦，唔是一只恐龙啦，唔是哦，你卖安尼好不？啊，就是只个恐龙，人个是堂兄姐妹啊，是玛丽安，玛丽亚，来来看边个咧，来来玛丽安那个拍节婆，哎呦，怪我厉害。这个音乐都真非常厉害！哎呦！在七坎的哈，哇！连落，连落哟！今天没有，你是串来哟？就串的呢，串的哈，串哦。你的声音，咱刚才跟你音箱差不多啊。来，你向现场的朋友讲，这杨文老师，你自我介绍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编撰王后，我是玛丽安。玛丽安哈，哎，玛丽安，我跟你讲，你靠娃娃这边，麦去弄到老师，什么边啊骨断三支啊？刚才不是叫头骨撞掉的？妈。所以你是什么变装的变装皇后？艺术工你是查甫的啦，是不？是。你查甫的，啊你哇啦！你要唱那个？后边。后边。无啦。没啦。哪里？尽量观众自己去观察。所以就是较早真流行迄个红顶艺人的意思。嘿。红顶艺人老师不听过嘛？有。红顶艺人是在比较早期了。对。太头大哥的。对，现在叫做变装秀，变装秀，而且呢，哇，你就领巾的那款啊，所有配件弄一个机器处理耶，就厉害哦，一般被这款赛事也不简单，好不好？挂两根火龙果就这样，火龙果呀，你冇在做龙山片呀？重点是，你是查甫诶，系啊，为咩英国要把家己变做查甫？为什么？因为很漂亮啊，也起码过来穿，很穿，你爱做查甫呀？我是跨性别啦，跨性别，对，两用的啦。你不，那个双性啦。双性。哎，日本有个渡边直美啊，果然台湾嘛，这边玛丽安就高追啦。哎，
一位哦，套上四点来伪装伪个，他都在耍。哦，很久、啊、很久哦，真的，很会画哎。哎，人我演技一考察的嘞。对啊，观察你什么考察？你是做囡仔的，干嘛跟你做素颜？一里边做啥囡仔？因为我是跨性别，所以我本来就是有长发，然后刚好也有打荷尔蒙，所以有长胸部嘛。啊，对。哦。啊，你这帮我平常输这啊。我利用这么臭的东西来吃菜吃一世人，吃臭会太臭吗？会太臭吗？没人说臭啦，本堂你说你是个天使，真的、你带给大家欢乐。我在那个国外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不惜去搜寻这种变装秀、然后这样子的变装皇后，因诶，故事拢非常的感人，尤其是因咧变装的过程哦，因穿的衫裤、用的所有产品、化妆品，所有一切拢比阮平常时的艺人搁较注重呢，搁较用心，所以他们是非常不简单的一群艺人。但是重点是，爸爸妈妈不反对吗？一定会反对啊！尤其是我妈，因为我妈。我妈是客家人啊，哎呦，更传统，对，就是重男轻女，所以当我跨性别以后，我就开始就是留长发那一类的，一开始是戴假发，然后出门的时候被我妈撞到，我说哦，完蛋了，但是我装没事，大家后来是就是来跟我说，啊，你为什么要戴假发？啊，我就跟她坦诚嘛，坦诚以后她就说，啊，你明知道我讨厌女生，你为什么还要？变成女生哦，重男轻女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在日本有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啊哈，因为龟征桃去结婚啊，一代都单传的世代了。好不容易呢，经过了一二十年，又生了一个男孩。男孩呢生的时候呢，全村庄都吃到呢这个阿公阿妈办的呢这个啊喜宴，算是呢庆祝呢生这个孙。结果有一天呢，这个男孩站在爸爸的面前说：“我想变成女孩。”我。爸爸生气，当年那个是什么场面？你今天要把我们家的这唯一的香火要把它断在你手上？他说没有办法，我的内心世界就已经在那个方向了。后来爸爸呢，两个人是真实的哦，半夜抱着哭啊，同意了吗？同意啊！哇天哪！是你妈妈最后同意的吗？因为我妈知道我的个性，就是我想做，我就一直一定会做，坚持。对，所以她最后也是。迫于无奈也接受了，对，因为他觉得说啊，算了，反正他过得好就好了啦，他快乐就好。开心，其实对，尊重这个生命的毅力了。妈妈的心呢？尊重了，对，妈妈很爱我。好，太棒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那是不是回去能够健康一点？很健康啊，你看我吃了那么多，吃多不一定健康。听说你是一个超级夜总会的铁粉吗？我是你们两个的铁粉，真的吗？小时候我爸妈在看《铁狮玉玲珑》的时候，我都是他们都要我睡觉，但是我就是因为同一个房间嘛，我一定要看，躺在那边，但是我的眼睛是这样装睡，对对对，但是睁很大的看，对睁，然后我就被你们笑出，就是。搞笑笑出来，那么小就看得懂，你从小就是他们两个铁粉，难怪你长大要变装。他们俩也是文变装皇后始祖呢。我两是老塞油啊，红脚拍拍豆，是吧？阿姐，刚刚美术堆鸡巴嘞。喂，姐，我也是你的铁粉啊，真的，谢谢你。对，我就喜欢你骂人啊，真的，谢谢。我现在有钱才骂得出来，没有钱我骂不出来。有这么现实的脾气，你没办法。今天老师啦，给你要句子，我妈你安跟你合作一下好不？哦是吗？因两个，我两个没合作，没合作，没合作。就你唱一条啊？哦，安尼吗？啊，啊你唱，今日唱完了，又让我都调整那个 tempo。哦，啊你两个过来这边，我两个过来这边。舞台灵魂，来，过来。好，啊你要用什么歌，伊就安怎把你配。安尼吼，好，要唱歌之前，我先想要讲一段话啦。听讲，哎嗨。我感觉吼，众生平等，不管讲你出来的囡仔。是什么种的心性？但是在你的心目中，伊永远是你的宝贝。但是我希望咱众生，咱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看待任何人，不管伊的理念、伊的心态、伊的行，是不是无如你的意，甲你的想法无同，甲你的做法无同。但是咱请用一个尊重的心态，咱来尊重，互相尊重。互相尊重，讲众生是平等的，
哦，上重要是在无害人、无伤害众生的情形之下，任何人做任何代志，虽然我无介意，我嘛无赞成，但是我尊重，咱都爱尊重安尼的本性。伊的本性就是安尼，伊是水的，伊的本性无歹。伊只不过是伊的本性就是安尼。如果你若要用一个目神甲银，银讲哎呦，我看不起你们这种人，或者是你要用一个言语来甲插伊的心肝，安尼你顶多会予人看不起。既然众生都平等啊，请大家用上平衡的心态，但互相尊重。搁较厉害的人，拢需要一个靠山，叫做爱。迄个爱就是玛丽安的靠山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用我们的爱让他当靠山，好不好？啊，继续他的未来。好，安尼继续。等。老师，你这段非常的感人呐，感人呐。但是我有无同款的意见。是。你讲上天拢是公平，无一定哦。无。上天无人性呢，上天发生在你心中，你搞看麦，生安尼笑死人。无，你哪有资格同我讲伊啦？我袂说，你家己歪去照镜。但是，伊唔敢照镜啊，因家拢无镜，因家镜拢破了了啊。是安怎？因阿细汉时碰见去，因阿妈出嚟讲，恁有看一个便当客啊，走来走去无？都找有啊。你对你哪有公平？那对你嘛无公平。阿妈讲，碰过做囡仔碰无去，因阿母出问一句话，敢有看一个馒头动两空走来走去？迄个囡仔规面五官拢无去，敢若一个馒头动两空。啊老师，拍者，今麦、老师，你较坚强诶，老师啊！今麦你无输去，我已经支持袂了，我有咩支持袂掉？老师，无你安尼啦，用那个 stand 吼，甲绑起绑你只。啊，你干嘛？不紧，你今麦负责唱就好，你慢慢来唱。来，负责唱。啊，拄则所讲诶迄段话，也希望讲吼，鼓励咱玛丽安继续努力落吼，我们大家都为你加油，所以今日。好啦，我选这首歌好啦，心情歌咯，对啦。有啦，可以上小巨蛋咯。哇，我今天就不能跳，你们应该跟着唱的好不好？跟着一起唱嘛。来呀。Yeah.